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最近排位上分实在是比较艰难，特别是单排。于是这一局我就准备用射手抢先预选一个位置。但没有想到队友看到我预选鲁班，直接把我的鲁班给禁了。禁了之后呢，我就想着你禁一个吧，那我再预选一个，我又预选了百里守约。那没有想到，这五楼也把百里守约给禁了，这就是不让我去玩那个射手。我也不知道队友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因为我之前打排位。输的话就是一直抢不到输出位，像法师、射手都是被其他队友给抢了，最后只能玩辅助，然后辅助玩的实在是烦了，不想玩了，就这一局就坚决要玩射手，就不管他们选什么，我就准备玩射手现在我就再次预选缓冲，我们看到队友三个就两个在那里选了一个射手，一个孙尚香，一个也是选了缓冲。但最后呢，还是由我选择了黄忠啊，然后这一局就让我展示一下黄忠的实力啊。我手中的猎豹可不老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Godlike.